好，我们先讲最基本的动作，大指呢，我们是叫托，好，托，托。那食指我们是磨，称为磨，磨，磨。好，那我们来磨托。那我们就用一首乐曲带大家进入古筝的这种世界，这样。那这首呢叫做《沧海一声笑》，相信是学古筝的人一定都会必弹的一首曲子啊。那我们接下来注意看喽，是拉嗦咪瑞哆咪。那这次我们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，那再然后再加上左手的刮奏，哇，这个刮奏流水拨一下来呢，会让它的声音层次更丰富。所以我们再来一次，来，一二三，拉嗦咪瑞哆，刮奏。